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看《前锋公事》。今天不分台啊，所以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哎 ，Samuel， 你不要再主持节目了，都是你一个人在主持节目啊，所以这个别人会怀疑我有什么动机。”好，可能接着听的莫名其妙啊，实在是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实在是不好找人呐 啊！假如你有意思主持节目，请你把你个人资料写个 email 给我好吗？在这边，写过来好吧哈，很欢迎你们自告奋勇啊！但是我们这是 no pay 的哈。到目前为止，我找台长要找这个啊主持节目，就是台长是负责制作的哈，那主持节目就负责要在荧光幕下面出现的拍摄啊。好，今天不分台，每次跟各位报告很多新闻啊，或是一些评论的时候，心里面都很不快乐，因为提供给各位都是很负面的东西。啊，实在是很不冷啊！不过不讲又不行，让各位要了解台湾现在真的在一种生活中的政治炼狱里面，非常的惨了 啊！经济上也非常的惨，政治上一直往下沉沦，看不上往上提升的力量。今天我们特别把一首快乐歌拿出来，让各位在这种烦闷的政治环境中，看到台湾那个忧心中，我们暂时获得一些小小的解脱、解放啊！来，你们听过这首歌？有没有听过？有哈。好，圣吧，我们来听听这个圣吧，好吗？好，这首歌呢是由温隆信教授指导他的 Crack and Tap 交响乐团在2013年的暑期的音乐会，他演奏出来。这首曲子呢，我那天是被应邀请去帮他们做全程的记录的这个录音呢都是我个人做出来啊。现在请大家好好来欣赏这首快乐的圣吧。
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圣法好不好听？好听，好，再听一次吧。今天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会。